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。我觉得今天也听各位老师们说完，我工作确实有挺多不好的地方，我也愿意去改，但是我不能保证我能否决定我能一天工作多少时间，要是觉得能接受的话，我还是可以跟你在一起，但是你接受不了的话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我真的觉得你挺好的，现在我也觉得你挺好的，但是刚刚老师说的问题我也真的在考虑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说，让我好好想想吧，对不起。好，谢谢两位的分享，谢谢你们的坦诚。来，请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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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请关门。来，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，请开门。